法甲新闻 NCC 开第一枪，罚金拉高到200万。不过民进党却被酸，自己才是假新闻制造机。台湾旅客受困关西机场，为了驳斥大陆使馆派车救援，民进党立委王定宇PO出这张照片，说这是假新闻，因为当时关西机场和道路持续封闭，根本没有让外车进入，马上被网友打脸，说这才是标准的照片。王定宇刻意截掉另一半，被网友算假新闻一桩，要不要关三天？未来只有民进党说的才是真的。已经有委员在立法院提出一些相关的提案，那政府也认为说目前网络上这些假讯息假新闻相当的浮泛，他们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安全，政府对此应该有所因应。监院防假新闻 IP 前置新闻自由，因为不止 NCC 寄出未经查证罚200万元之外，内政部高层还考虑严拟国家安全法，遏制网络世界。政府提出这个的本身就是邪恶，而且没有资格告诉我他是一个民主的政府。对，你要钳制新闻自由到这种地步，你要让民主倒退啊！民进党政府执政不力，府院党全面防堵不利消息传播，但由当权者认定何为假新闻，不止恐怕造成寒蝉效应，公正性也被打上大问号。记者郭向、李佳元台北报。